朋友啊，或者旁边亲人不知道。嗯，没错。像大伙都会许说啊，希望跟蔡他在一起。没有。啊，是啦，乡亲的，欢迎收看蔡家调查局 ，Let's go sexy。要调查什么 ？Yeah， 今天要调查一个有趣的东西。哦，什么有趣的东西？大家应该都从小到大过过很多生日。哦，对，我们题目上次我们过了三十几次。过生日最主要的一个流程，一个仪式是什么？贴蛋糕许愿。没错。对。通常要许三个愿望。对，然后前面两个一定要讲出来。啊，前面第一个通常什么？身体健康啊。啊，世界和平啊。中大钱啊。啊。那第三个就要闭眼睛。而且认真哦。对，那闭眼睛跟那边数。因为人家说第三个愿望不讲出来的才会实现。对，通常是很最希望它实现的。对，最想实现的。要不然就是害羞。不好意思讲，对，而且第三个都要很快哦，快点，那个蜡烛要熄了，定呢。我们就不讲的原因就是希望它实现啊。你有没有讲过的吗？那么多年，那么几年以前实现过？我有讲过减肥成功，没有实现。中乐透头奖，好像没实现啊。你们都这么不切实际吗？他说他就许过，你进来，进来，我进来，我许过我要买房子。哦，谢谢。真的，几年前，三四年前，你知道？有许过买房子，对，我希望可以买一间自己的房子。所以第三个愿望是真的希望它实现的。对。啊，为什么不放在第一个、第二个讲？就觉得遥不可及。对，男孩子对我有点害羞。对。那叶人呢？对。上次有一次许就是跟那个暧昧的那个在一起的。啊，现在在一起了吗？不是现在这个吗？刚才在场，人家在场，好像不是同一个。野嫂，好像野嫂在厕所，故意趁在厕所敢讲，结果没有在一起。不是同一个，对。这没有剪掉，这没有剪掉。李贝。上一次许的愿望是，哎，我真的忘记了。好像是还完房贷之类的吧。还完房贷，那你这每年毛仔许好不好？好了，来，我们就做了这个调查，看一下大家的第三个愿望，而且分成男生跟女生。啊，对，因为是不一样的，应该会不太一样。应该不太一样。然后我们统计出来，用关键字搜寻，我们总共在网络上做问卷做了14000笔。对，14000个人这么认真。14000笔啊，都填下许了什么愿望，分成男生女生。好，分成。我们先来看男生。男生的第五名是他没有在过生日，或者是没有人帮他过生日。有这么凄凉？太边缘了。有这么凄凉？没有，我觉得很有可能哦、喔。因为男生其实到了一定年份，25、30、35之后，就不过生日了吗？不会像这样过生日了。但不过生日也可以自己为自己庆祝啊。通常都会说没有来，我没有过什么生日，小孩子其实是没有人帮他过。对，让安尼，无啦，免啦，那是不是给两个？免啦，尤其当爸爸之后，对，更少，免啦。你确定我过生日吗？因为我跟蔡老板同天生日，所以可以蹭他的饭吃，至少大家会帮那个蔡老板唱歌嘛。哎，计划通。来第四名的那个北兰，第三个愿望他许说他想要再多一个愿望，可是你没有接着再许第四个、第五个啊，跟七龙珠神龙一样啊。如果你跟神龙说可以再给我10个愿望吗？他会给你吗？会吗？那肯定画不完。对，他一本都在许愿，一整本都在许愿，太北兰了，这太无聊。第三个时机点，嗯，第三名是他希望考上好学校。或者是考到证照啊，然后考通过高普考，有个考试的，没错，就他可能在准备考试，希望可以通过。这个算最实际的啦，我们学生的时候都嘛是这样。对，哦，可以考上好大学，可以考上国立的。对，然后去拜拜啊。对，然后准备证照，哦，考上社公司。写天灯有没有？对，希望我好。对，通常都这样。对。第二个也是实际的，第二名就是希望赚大钱或是中乐透。我也许过。发大财。做什么好害羞？中乐透，很重要。你中200块或400块，没什么屁用。哦，对。中乐透头奖，要中，要不然同一天生日的全部都中同一个头奖，全部都中，瓜分一个人上200块。那不行。大家许愿的时候记得哦，要巨细靡遗哦。我希望中乐透要独得头奖。然后如果你还想要更巨细靡遗，就是什么十年没有累积十期没人中之后换我独得头奖，许很久大家都睡着。然后可以。
第一个我觉得合理，第一名非常的合理，就是想要交女朋友或者想要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啦，这个是有点害羞，对，可能朋友啊或者旁边亲人不知道，没错，像大伙都会许说啊，希望跟蔡阿嬤在一起，没有。哪里有误会？你会害羞？没有，就默默这样，哎，希望跟蔡阿嬤在一起。这真的是不好说啦，因为你只要一许说哦，我想要有个女朋友，旁边人就。所以通常感情啊，谈恋爱啊，一定是放到第三个才说的。对，然后不好意思讲。对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看女生，女生跟男生不太一样哦。哎呦，第五名，想要见到偶像。怎么这个选项？我没有想过哎。像是比如说，哎，希望看到这个嘉义三家自酒。哦。对，像李贝的希望嫁给三家自酒，他真的实现。我相信他没有实现过。他从大概十六七岁开始。四年。十六七岁开始许，希望见到三，希望见到三家，这啊，真的实现了。追星啊。追星啊。这我完全没有想过哎。哎，这其实蛮可以拿来测试，是不是可以实现？因为这应该算好实现吧。我们要为期一个十年的计划，我们每年都许，你希望见到谁？每年都许，希望跟三家自酒同框。对，希望跟三家同框。好，你以后第三个愿望不要浪费了。好，来第四名，我觉得女生一定会有。你刚刚就讲到了，顺利减肥成功，第四名。我跟你讲，减肥真的是人生的一个课题。从你有意识开始，你就一直希望减肥成功，你希望减肥成功，永远没有。觉得自己瘦过，减肥如逆水行舟，不减则肥。不减则肥，对，讲什么屁话？通常第一个都是健康啦，然后有钱啦，第三个是减肥。前两个都很大爱啊，对，大家都是身体健康，讲起来都很 peaceful， 然后他哦，希望大家都考上好大学。对对对，他妈的，我要减肥成功。第三个就会稍微比较私人，对，没错，比较私密一点。第三个感人啊，非常时事啊。哦，女生这样是希望疫情赶快结束。哇，贴心温暖啊，德雷莎修女。男生都没出现这个，完全没出现什么疫情啊。谁在一起？然后我好可怜。然后再给我一个愿望啊。男生神经比较大啊。希望疫情结束，疫情大家都健健康康。哎，这真的很重要，是希望真的可以实现，真的希望实现了。对，好。第二名啊，跟男生的一样，希望他好学校证照还是通过高普考。嗯，没错。其实学生阶段大概都在三个，应该就是要么考试，要么就是女生的第一名也是感情，希望交男朋友或者是跟喜欢的人在一起。前两名一模一样，男女生都一模一样。但男生看这个钱比较重一点，对，男生的钱放在第二，男生钱是在第二名，因为男生要扛家计，对啦，经济压力要负担，哎，女生没有，哎，女生就找个好人嫁了就好了，所以只要见到偶像，对，然后减肥成功了，没错，然后疫情结束就可以去联谊了，没错，然后他自己本身条件也不错，考上证照之后就可以跟喜欢的人在一起了，非常的合理，可以，哦，女生的思考非常有逻辑，有逻辑啊。系统化，那男生就是如果没有人跟你过生日的话，那你就自己再多许愿望吧。希望有人跟你一起过生日。那如果你没有女朋友的话，那就你就考上一个，考上好的学校，考到好的证照，也许可以交到不错的女朋友。但是也没有用，最主要是男生要有钱才可以跟女朋友在一起啊。没错，重点是要重点是有钱啊。以上就是我们这次的调查，哎，是不是跟大家想的差不多？不好说，我觉得前三名差不多，其实有中啊，前三名差不多，后面蛮有趣的，对，女生跟男生会想的不太一样，对，思考不太一样啊。对，好了，在这边也希望所有这个我们亲朋好友们的生日的愿望都能实现，都能实现，我下次就要开始许了。开始第三个愿望，没有，就是再给我18个愿望，你要再许，蜡烛长一点，表演那个龙柱那种哦，大鸡的蜡烛，慢慢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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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反正你有24小时嘛，你就12点一过就开始许，很忙哎，那清单先列好，慢慢念，慢慢念，很忙，可以啦，我明年生日开直播来许看看，看会不会成功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我们的调查啦。对，好，如果还有希望看到什么其他无微博的调查，好，我们这边非常公信力的，真的，我们这边没有任何的什么政治蓝绿色彩，完全没有，党派都没有的，公民公正公开啊，
啊，我们就是在网络这样是随机抽样的，这随机啊，随机抽样的，我也不知道是谁写的，非常的学术代表性的，没错啊，我准备要去考博士班了，我跟你讲，哎呀，真的准备要考博士班了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如果希望这个我们再继续调查什么，可以留言跟我们讲，跟我们说，没错，调查局下次见，拜拜。Cat Juice Creators at Taiwan 是为台湾新媒体创作者所打造的全新平台。现在下载 Honey Video App， 订阅 Cat 就可以抢先14天看到我的最新影片哦。